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12月7号，瑞芳水空，请您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。18:14哦。谢谢您的惠顾，敬祝您健康愉快，万事如意。再见。我朋友是176次潮头发车，就三选。看瑞芳的屁屁之奖啊，水空没给搞啊。终于在终点站瑞芳那停了，明天即将就有，也是为了新成绩12解编组的3000型皮蛋豆腐特饮号。然后今天是打的皮皮之强号，皮皮之强是12节加2节车头的水红。再给你，这是瑞芳人最喜欢的一台列车。啊，停靠瑞芳站喽。开启车门，慢慢来呀。174，我都忘记了。174健康炒车 PP 之奖，看我瑞芳 PP 之奖在，这边停靠，终点站帮忙停靠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他们礼拜五到瑞芳找，今天换我去找。那你，那我弟弟。开启，全部都是瑞芳人，好，就那，拜拜。100次啊！就这样，拜拜。